再来就是这关抉择之门啊，好，战斗力其实大概差2000而已，不过应该打过吧，应该都打过。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新怪吗？先攻击软的。哇，这好像蒙多医生哦。攻击，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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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先攻击软的。把对方威廉泰尔给他干掉，我才是真的威廉泰尔。哇哇哇哇！OK， 下一关。变更目标，先攻击哪一只比较好？我们先攻击后面这只好。Go！ 战士强袭，速战速决。瞧，哎。哇，吸血！哇，吸血！哦，好会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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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吸好吸嘛！耶、yeah, ，打赢了！ Oh、my, 这个女不是按照那个英雄联盟来这角色的去做的、啊，我有点我，哎 ，rank 二十了，耶、yeah, ，体能，哎，体能已经套用到最高阶，好，到时候再看看，好，先打副本，因为他现在有加倍，想要趁他还有加倍，赶快来练。哇呀，后面有骷髅人哎。这个是蒙多医生还是努努啊？他背后背着一个小孩，是蒙多医生还是努努？先攻击这个，对，先攻击他 ，K 他 K 他。Is that all you've got? 嘿。速战速决。这只角色是努努吧？这只角色感觉现在在模仿努努哎，各位你看，就这只，就这只，背后背着一个小孩，就像努努啊，是以努努当样本吧？当应该是当模组那样，就把努努当做一个模组，然后去复制，就是重新塑造那个英雄啊。下一关，亚瑟王，然后。哎、欸，他骷髅法师，然后有白法哎、欸，好 ，OK， 打，真是强袭，然后速战速决，然后先打法师，先围殴法师，对面亚瑟王也是打不动我威廉泰尔的，我威廉泰尔会吸血哦。biu biu， 耶，打赢了。OK， 下一关。哎、欸，这一关哇，
三只，这只角色叫什么名字啊？哎，等等，按错。好，先攻击那只骷髅法师。哎，他骷髅法师吗？他骷髅蝙蝠吧？而且他为什么他长得好像马桶盖啊？我觉得他胸口好像长得好像马桶哦。靠，这只角色，这只骷髅什么的，哎，他不是骷髅法师，他骷髅弓箭手啊，他长得好像马桶盖哎。用力打！哦，我的安妮，我的小安妮，他干嘛一直追着我小安妮打？变态哦！我的小安妮不要死！我的小安妮，哦，没事，还好。干嘛一直追着我小安妮打欸？下一个阶段，然后现在已经第六关了，哦，好快哦。那先攻击这只好了，然后软的先攻击，不对，大家先攻击这只，然后法师攻击威廉泰尔，好，就这样 ，Go。速战速决，魔法卡，战士强袭，魔法卡，战士强袭。陷阱卡，速战速决。打一个，哼。Easy， 下一关。然后先打谁会比较好？我看一下哦。好吧，先打前面这只好。先 K 他。哦 ，K 他有用 ，K 他有用，哇！速战速决，战士强袭，用力 K， 哈！加油！哇，两个同时都射苹果是怎样？两个同时都射苹果。打一个。好，下一关。现在已经第八关了，然后还有两关。这个要先攻击谁？变更目标，先攻击这只好了。然后法师先攻击这只。不对，法师。大家先攻击这只，然后法师攻击这只。OK， 这样应该 OK。Go go go！ 战士强袭，搞速战速决。加油！打过吧。啊，我亚瑟要死。亚瑟撑住，先攻击管的，先把这只弓箭手打掉。打一个，吼吼，秒杀嘿、欸。瞬间顺杀，Rank 21，哇塞！主画面上合成所选单已经开启，好，到时候再看看。先打副本。
OK， 战士强袭，然后速战速决。战士强袭。速战速决，快！真的耶，真的耶，他这士兵，他这怪物长好像机器人哦，好像不一次，不一次。哇，我会反射，哇靠，他会反射。OK， 换下一关，最后一只王了。然后这次玩我要给他用好用那个减少物理防御好。哇就他一只而已哦。他先命暗刺好像萌多可是他整体来看真的很像弩弩诶。诶减少物理防御然后速战速决。加油加油加油。哇他一直打我小安妮耶我的安妮一直被打不要啊我安妮要死吗还没死哎呀我安妮死了加油加油打一个哎还没死可恶哦不要给我掉到掉哦还好没有掉到两颗星。哇探险专家我获得那个 gameplay 的成就了。OK, 离开然后来拿一下东西。给我这把剑我觉得这把剑没什么用。哇靠我是有多少东西满了。